我们自己啊。对，没人让你安心的舔东西。免得等一下在舔的路上卡了。你看我多么细心。为了能让你在舔的路程中安安全全。我们的圈内，我操。你妈个死一号下哦！你人呢？走了，进去了。一号，你应该看得见呐、啊。石头呢？车台卸了，你们近点有人吗？有，这里有一个，妈妈咪的打我，操！不死了吗？打一个好。全死，只死了对面一个。OK。OK。妈的，没大没小，他妈的，不看看我是谁？走了，冰枪的。保证你妈有空投。啊？还有东西吗？显得那么干净。一点不剩了，操！这里有人，压脚步，压脚步。看见了，但我觉得不是那里，应该还有人。操！我妈在哪都抠了。
你说的那个地方的房子里。楼里跟窗户都有人。六边，六边，一楼，电梯上六边，一楼，电梯上六边，一楼，地上六边。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六边？四边，我看。叫他们跑了。他们跑是哪一个？我操！前面翻去。公安，没事，我这里可以救。怎么到了？因为我这里待不了这里。走啊，我打药呢。哎呀，你车太不好了。能扑吗？不能，直接走。OK， 那放弃你了。哇，这圈太毒了，主播毒了，只能放弃你了，没办法，哎呀，没事，直接下来，哎呀。你们这个位置还是难受啊！你是等圈说。哦，还行。他妈的，好生疏啊！绝
不算，他就一个而已。妈的，也不打圈边，出圈外的，操！我靠，这圈是极限。别急呢，缩圈一把已经。沿着墙体走，沿着墙体走，沿着墙体走。